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2021十月出厂，十二月领牌。2022年是 Tesla Model 3 SR 是它的标准版。那 Model 3的话是它的四门房车的一个车型，外观相当漂亮。Model 3最经典的就是边框车窗，所以非常受到年轻族群的一个支持。内装完整度非常高，全景的玻璃顶 ，Model 3专有的全景玻璃顶。车门气氛，电动椅，前方的状态。那特斯拉所有的控制，我都可以在这个15寸萤幕里面做一个操作。那它有支援自动转向辅助跟自动辅助导航驾驶，就是 FSD。那这边有它的型号 Model 3 Standard Plus Pioneer 8，新车保护中。有兴趣的请把握2021/2024的 Model 3跑18000，谢谢。实在就是 SUM。